梦想，我打开每扇门，在这里不仅能泡汤，还能品尝特色美食。更能饱览历史风华，这里就是我们在寻找的无价之地。国际，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台北温泉季各项旅展、展摊、美食、小吃，还有活动里面的舞台表演的活动，欢迎大家。